这个视频我们来介绍一下光的折射作图。如图所示， AO 为入射光线，请画出折射光线，并用字母 theta 表示折射角。记住折射作图三部曲，第一找入射点，简单就是 O 点。第二步做法线，过 O 点做分界面的垂线，记住用虚线标出垂直符号，这就是法线。第三步做出折射光线，如果光没有发生偏折会这样射出，但这是从水斜射到空气中，所以折射角大于入射角，也就是说折射光线会向远离法线的方向偏离，再标上箭头，这就是折射光线。折射角是折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，标为 theta， 完美。总结一下光的折射作图，第一步找入射点，第二步做法线，第三步做折射光线，你学会了吗？呵呵。